总早上好。哎，李猫，闻你。 大家辛苦啦，快吃点东西，补充一下体力。陆总，喝咖啡。谢谢。 送我一个粉色的。 哎，姚仔，是可以签合同了吗？你们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招聘结果出来了，公司领导呢也有他的考虑，实在是对不起，这事儿我可能帮不到你了。为什么呀？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听说是背调的时候出了点问题。我知道打听这个不好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。实不相瞒，我们面试过很多公司，我也投了好多简历，结果都不太好。我就想知道这是为什么，我的问题在哪儿呢？柠檬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是不是之前上下级关系没处理好？具体的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啊，我这边还会多帮你留意别的机会的。不好意思啊。 那我先挂了。还真以为换个环境你就不是酸橘子了？我看你破完壁以后，还会老老实实回到我金融资本。哎呦！什么？ 陆总不给你活路了，哎，我就说他那天说话怎么酸不溜秋的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，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他跟别的老板随随便便说两句，我的努力全白费了。不是啊，姐，你看看啊，你先冷静冷静。 陆总呢，他虽然是暴脾气，但他一般都是正面刚，不太像背地使坏那种人呐。我走了，公司谁反应最大？那当然是陆总了，那不得了吗？对呀。哎，我是谁呀？ 比粒灰尘还小的那么个小人物，他堂堂一个大老板，他干嘛非针对我呢？他干嘛非找我麻烦呢？哎，行，行了，姐啊！哎，对了，你要不要去石总的英石资本试试？他前两天知道你离职，还打听你来着。我想啊，但是石总那公司不也是陆景明势力范围之内的？ 惹不起，行，离远点也好，眼不见心不烦，省着以后还得栽跟头。嗯，哎呀，行了，姐，你别，我跟你一个，不行，我咽不下这口气了。他别让我再碰见他，不然我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。陆总，有何贵干啊？你的辞职信丢了，离职手续已经作废了。你还是公司里的员工，明天赶紧跟我回来上班。你说什么？我看你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呦，那我还得谢谢你哦。柠檬，见好就收，你懂不懂？你是真看不出来，我给你台阶下啊！你多多少少有点给脸，给脸不要脸是不是？你给过我脸吗？你就让我要脸？姐，你，陆锦明，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呀？我给你做了3年秘书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为什么要对我赶尽杀绝呢？我辛辛苦苦找工作，你轻轻松松就把我封杀。柠檬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喝酒了啊？你凭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你去安排别人的生活？你凭什么你在背后耍阴招啊？哎，不是，柠檬，你把话给我说明白，我使什么阴招了我？你以为这样我就认输了是不是？凡是打不死我的，都会让我更强大。你还有什么招？你尽管使出来，你冲我使出来！我告诉你，陆继明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叫我宁总。喂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，姐？我的妈呀！一定是幻觉。敢拉黑我是吧？谁给你的勇气？明明。谁又惹你了？